这个木瓜已经熟了，我们开切一个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，可不可以吃？我的天，我这个吃起了。来吧，好好吃。嗯，吃脆脆的脆白了。把它摘下来，老婆说还可以吃。嗯，这颗吃。啊。刚刚他拿那个是臭的，我臭脏了，那外皮臭，你吐成屎了，那臭菜呢？老爸说这头木瓜吃进去会吃撑掉的，这么大一个，已经熟了，里面的籽都是黑的。我靠！老爸好吃吗？嗯，然后。给老爸开吃。嗯，太甜了。